今天画可爱的双鱼座女孩。月亮眨眨眼睛，我大家好，我是萱萱。今天和老爸 PK 画双鱼座女孩，大家来评评谁画的更好看。喜欢老爸画的扣一，喜欢我画的扣二。双鱼座出生于2月20日至3月20日，双鱼座的性格非常细腻，温柔体贴，还善解人意，具有非常强的感知力，可以很敏锐地感受到他人的情绪波动。他看似文弱不堪一击，但面对困难险阻时却能发出惊人不服输的精神。大家的星座是什么呢？把你们的星座写在评论区，我想看看哪种星座的朋友更多一些。怎么还没收到你的消息？大家看完之后别忘了给萱萱点个赞哟。问你在哪里，和谁在一起，怎样的心情，是什么天气啊？可怎么开始话题，我好怕意外出局，得不到你的注意，我是不能继续。哪里都是你，你的笑容，你的声音，久久的挥之不去。月亮眨眨眼睛，我